虚闲的浅显讲述。求道的因缘，45岁后后我女儿把我带入正路，感谢上天老慈悲，非常的感恩，非常的感恩。后学45岁之前是活在迷迷糊糊当中，45岁以后让我女儿把我带入正路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女儿她在台中读大学，她读医学系，在10月6号那一天，我太太的同修也非常坚定她6号要到台中去，因为我们夫妇俩人都在从事旅游业，当导游。澎湖的旅游季就是在10月8号、9号、10号，这是最后一个档期。后学心里想，奇怪，怎么要6号去？是不是8号、9号、10号这一档赚到钱以后，结束后再到台中去陪女儿，那不是很好？不过后学不敢讲，我太太讲同修要带她去台中，我就说去哇，就这样。当我太太到达马公机场准备上飞机的时候，她手机准备关掉，从台中打来一通电话，这是台中张钱钱打来的电话。张钱钱跟我老婆只见过2次面，见过2次面应该谈不上交情。这个张钱钱就跟我太太讲说，我几点到机场去接你。我太太想说，我们两个又不是很熟，不用，有空再联络。我太太认为我女儿没事，她就直接到她的亲戚亲家去了。结果7号早上，我女儿被同学送到803医院。重点是我女儿6号就已经到803医院打止痛，下腹部的痛，打止痛剂，她7号肚子又痛了，他的同学把他从3楼抱到1楼，把他送到803医院。一样是下腹疼痛，打止痛针没有用，照 X 光、妇产科、止痛剂一样没有用，检查不出所以然来，做血栓没有用。做血栓已经很严重了，抽血一样没有用，又看妇产科没有用，那怎么办？他们就把我女儿转送到荣总医院，一样抽血、做血栓、 X 光、妇产科、止痛剂一样没有用，那怎么办？只好做断层扫描，结果一断层扫描出来一样没事，那怎么办？我太太就问医生，如果这个情形再继续下去那怎么办？医生就跟他讲说，那到最后就只好把肚子剖开来看，检查不出病来，要把我女儿的肚子剖开来看，如果没事再缝起来，那就这样子了。怎么办？在这个时候，我女儿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，她跟我太太讲了3句话。第一句话，妈妈，我看到我快死了。第2句话，有一个男的在等我。
第三句话，我看到释迦牟尼佛。这三句话讲完之后，我的女儿就慢慢的昏迷。我老婆打电话给我，老公，妹妹现在很危险，我想把她送到佛堂。我跟我的老婆讲，不可以，有病找医生啊。电话挂掉，但是心里面怪怪的，心里怪怪的。隔了差不多五分钟，我老婆又打电话来，开始哭。我听到这种哭声很凄惨，好像女儿已经死了。我告诉她不要哭，你把事情讲清楚。她说我不管，我现在一定要把她送到佛堂去，因为现在医生已经宣布无效了，候学人在澎湖，我只好抱着把死马当活马医，就送到佛堂。然后我就从澎湖搭飞机到台南。我要求太太叫救护车，由救护车来送，最起码不会塞车，而且车上会有医护人员，会有氧气，危险的时候派上用场。结果真的用救护车送到佛堂。在这一段时间，台中的张前前他就跟我老婆讲说，澎湖有一个朋友对这种因果的事情很了解，他就联络这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姓周。我们两个约好要搭三点起飞的飞机。在飞机上他就跟后学先讲，你这个小孩子是因为什么缘故，他就大概跟我讲一段，他本来处理这种因果的问题都是师尊来跟他交代。结果八号是礼拜五，这个周小姐她礼拜二就知道了。礼拜二释迦牟尼佛就去跟他讲，你要把东西准备好，你这几天必须去台湾处理一件事情。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，他只是觉得很纳闷，因为有史以来所有事情都是由师尊来交代他，怎么会劳动释迦牟尼佛来跟他交代。当救护车把我女儿送到神元山的时候，这个过程这个小孩完全没有回应，也不会哭，眼睛也睁不开，就是肚子痛，眼睛闭着，从眼角掉眼泪。到了神元山要进佛堂，这个小孩子一样不能走，而是由我们神元山的这些前贤把这个小孩抱进佛堂。到神元山门口，小孩开始哭，全身发抖，然后后进到佛堂求完道，在有点传师慈悲之下开始求慈悲头。后学一进到佛堂，手搭在女儿的肩上，看到我女儿，后学的眼泪掉下来了。这个根本不像我女儿，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一贯道，我对有点传师相当不敬，我认为说怎么这样子，是不是应该先救我女儿，怎么我一到佛堂之后就好几个人拉着我要去旁边聊天要去写，我说怎么会这样子，
是不是应该先救我女儿？对不起，有点船师，后来有点船师就帮我点到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经过我们点船师这一点，后学真的开窍了，真的开窍了。本来后学的心目中没有神，没有鬼，这一点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女儿在求道这一段是接近昏迷的，结果一点到一求慈悲头之后，我女儿醒了，眼睛睁开了，不哭了，也不懂，也不懂。你欠我的应该还给我。当我们离开神远山之后，我们就到台南去了。到台南就是要来处理这件因果的事情。小孩子本来是昏迷的，现在醒了。后学左手抱着这个女儿，周小姐说，是不是想办法让这个冤亲债主来附我女儿的身，来讲出到底什么事。后学看到我女儿痛成这个样子，就跟周小姐说，这个受不了，她痛成这个样子，她身体绝对受不了。后来这个周小姐就说，那我来，我就抱着这个女儿，看着她痛，心在滴血呢，我们很难过，但是没办法替他痛。当这个冤亲债主来的时候，我的左手抱着女儿。冤亲债主一来的第一个动作，什么动作知道吗？掐他，就是要掐他。我怎么可以眼睁睁的看着我女儿让对方来掐呢？我就右手抓着她是个女生，我就左手抱女儿，右手抓着她，挡不住啊。后来三四个人就来抓这个女生，对，方来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咬牙切齿。后学从他这个面相就可以体会到他这个人到底心里有多恨，当场晕倒。我就左手抱着女儿，右手抓着，跪在那个地方求对方，请他不要这样子，请他把事情讲清楚。结果他不会讲话，他跟我们要了纸跟笔，他写什么你知道吗？他把我读哑了，我就问他，是不是你们两个以前有共识呢？彼此间有什么约定？有什么秘密？他才需要把你读哑。他写说他很恨，他是个太监，他的主子跟我女儿的前世是姐妹，桃两个人同时被选进皇宫，后来他的主子怀孕了，为了争皇后的位子，我的女儿就把他的主子抓去开膛剖腹，然后把尸体埋在床铺底下，又怕这个秘密被他泄露出去，就把他毒哑了。毒哑之后，又怕他用血的告诉别人，就活活的把他打死。这个太监这样写，他把我活活打死，我就再问他，当初他是不是总共害了三条人命？这个太监摇手，不是，是四条。为什么四条？
知道吗？因为这个杯子，他怀的是龙凤胎。徐先生问如何才能放过他女儿，太监不予谈条件，并说一个月后看你的表现再说。这件事情经过后学查证之后，是发生在明末清初，怀有身孕的妃子凭空在皇宫里消失，整个皇宫里在找这个人找不到，再怎么找也不可能怀疑到我女儿，不可能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姐妹淘吗？怎么可能呢？他找到这一事，他当然要来讨债，你欠我的应该还给我。我们刚刚讲到，我女儿把这个杯子抓去开膛剖腹，我女儿那里痛，肚子痛，还好运气真的很好，我们到佛堂里面来求道，目前还没有说要如何偿还这个债，不知道。我们要时时抱着忏悔的心跟冤亲债主忏悔。那天晚上这件事情处理对后，我们就回台中去了。后来我们父前人很慈悲，他听到这个事件之后，他就专程风尘仆仆地赶到台中来看我女儿。父前人跟后学开示了很多的道理，后学真的听进去了。由于父前人的开示，我就跟我女儿老婆讲，我们亏欠人家那么多，我们怎么要等到痛的时候才来送经呢？不对呢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一件事情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？我跟我女儿讲，我们要时时抱着忏悔的心，我们要跟这些冤亲债主忏悔，我们认真做，我们好好做，我们赶快来渡人。父前人交代开示的很清楚，我们要赶快来渡人，赶快来修道办道。后学从求道那天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，但是我们这么多的前前这么慈悲，一再的在交代后学，从那一天开始我吃素了。过了十天左右，冯助理等到清道澎湖说临时设坛点道，我请朋友帮忙渡人，将近八十几个人求道待续。